隐私是一种人权。 Cloudcoin 追求的是真正的全球交易自由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Cloudcoin 设计了自己的安全的、无法追踪交易记录的支付系统 Enigma。这是一种区块链外的混合技术，让 Cloudcoin 网络上的用户可以相互私密安全地转送 Clock。 使用 Enigma 就可以以最快速最安全的方式进行无法追踪交易记录的付款。 Maybe Enigma 交易在区块链上都是无法追踪的，也就是说 Cloudcoin 使用独特的技术来保护隐私，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卖家、买家和交易金额。与众所周知的比特币的大规模且耗能的 Proof of Work 共识算法不同， Cloudcoin 采用了环保的 Proof of Stake 算法。2017年12月31日 Clock 自豪地开放了代码库，以便于世界各地的同行评审和检查。与此同时，纳斯达克上市的网络安全公司 Cognizic 对其代码库进行了审核，这是 Clock 成为有史以来首个由纳斯达克上市网络安全公司审核的区块链项目，同时也是最透明和开放的系统之一。 Clock 是一个长期项目，好处是交易快速且完全匿名，费用低，抗垄断，每年有 6% 的奖励，只有低流量的510万个硬币以及易用的用户钱包。 Clock 团队为实现他们的愿景做了很多努力。在技术层面， Cloudcoin 提供了独特的技术，使我们能够保护隐私，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私密的、安全的、无法追踪且分散的数字化货币 Cloudcoin 是日常的匿名支付的未来，这些事实证明 Cloudcoin 是前景光明的隐私数字资产。